有意义玩很大，被打脸玩到啼笑，惨对山羊逼牌。哎，咔咔咔！洋葱，你将新娘抱露露，阿达要哭哭了啦！不是洋葱，你有身体要储备，好储备，你要身体僵硬一点。哎，你跟我们要是黑队的，快点啊！他跪着吃，偷着，我先偷着。跪着，他跪下来就代表说你们答对了。如果答案是真的的话，你就继续跪着。他还在跪啊！真的，如果答案真的是误导的话，你就站起来。好。还有最牺牲的还是跟宪哥的躲猫猫环节，跳到水池里面。是真的，这太牺牲了。很舒服，很舒服啊！让你躲进去一点点。对对对，躺进这里。我现在整个头都是湿的，身体也是湿的，全部都是汗，这里没有空气啊！好热。洋葱，哎，你真的在那里啊？你真的在那里？我没有看到你啊，我真的讲到你而已啊。在除草啊，除草啊。九一唯一没被宪哥抓到的只有他。宪哥，宪哥，我们打一场游戏，然后还一边都知道哪些人被抓这样。宪哥，你不当农夫太可惜了。